今年王公庙了，中华民国108年农历2月12、13、14三天的绕境活动，来庆祝圣诞，开张圣王，庆圣诞，开张圣王，唐朝的伟人陈元光先生写，那父亲呢一起到那个福建漳州开花，是做很好的父母官。因公殉职，后来就成为神明。有功一事，有德一人嘛，能够成为神明。